OT 啊。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现在打完了没？还没。啊，打完了，他打完了，他在城里找人灭团啦！哈哈，灭团，出事。不等我啦，我是有等科大可不打。是啊，我们有一个法师在你们队伍啊。灭团就灭团的，讲那么多。对啊，还敢打黑妹啊？我都不敢打了。又不是我开的，坏嘞！什么帮力开的吧？哦，哈哈，看那个法师赶不到了，啊，掉下去了，谁掉下去了？活该，自己游上来啊！补师补他，那个谁，风雷去补下面的，风雷跟德鲁斯补下面的。快点啊！他们要死了。跳下去补他们啊！等一下、哦，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前，不要拉！拜托，不要拉！练出去。不要出来哦！不要进来，出去，出去。坦克拉走，拉到后面去，那撞猎人就好了。来拉走，所以打完了吗？还没吧？干，跟他过来了，他应该是赶过来的吧？你一网有没有需求？没有，我们就先打了。好的，D。来，法师冰角 A， 正法第一棒，好冰冰第二棒，来第一棒冰。第二棒兵，路易斯兵，冰角就对了。来往前，怎么按到？后退一点啊！二之三要爪子耐力，哎、欸，爪子智力，爪子智力，上一下。等一下所有人都贴上来打，除了猎人出去，除了猎人出去，然后不要都打同一只，不要都打同一只。Tab 键一直按 ，Tab 键一直按。除了盗贼，盗贼一人打一只就好了。不要再打同一只了，都要死了。法系就贴上来 ，OT 才不会跑出去。猎人晚一点出手，等一下都是这样打。我可以分享一下上次我拉我最后那两坨一起拉的时候，总共打了三次复活。两次啦，三次成功，第三次啊，复活总共打三条命啊，对吧？对啊，那个残忍一龙一王没需求啊，
你要先把斗狗打完吗？对，先打狗，可以拉了。都贴上来哦，都贴上来哦，拉住，草缝有就按，草缝有就按，来拉住，不要群草，不要群草，一波也不要群草，起来有一只倒了，打血最多的，15秒复活，剩10秒，剩5秒，剩2秒 ，OK， 后退，所有人后退。看一下，王来了，王来了，后退，后退哦。和我，哎，图腾没杀，直接上吧。他又回头了。我哭了，哎，一样哦，照标打，先打小的，先打小的，牧师只要接同一只就好了。然后小弟跟法师优先解诅咒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优先解诅咒。末日降临不用解，末日降临炸开的时候，萨满刷团刷，牧师刷导演，把团队刷起来。来打方块，打方块，截同一意志，有人冲出去了。三小三 ，OK， 来 GARY 解掉，第一时间解掉同一意志。来打莎莎 ，Rush 直接解诅咒，解诅咒。嗯，哦，破甲两层而已，破甲没在打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忘记分了 ，H 树泥鲁莽，夺天地理元素吧。糖果制造机你会上暗影吗？你会上暗影吗？你上个暗影就好了。暗影诅咒。喝水哦 ，OK。干嘛丢给我？杂物我身上啊，装备丢给你啊。不是这样吧？是吧？不是吧？是吧？刚刚是这样说的、啊。不是你拍装吗？你不是怪机。来上来，都贴上来。猎人不要太早射，会跑出去。来，有一只要倒了，骷髅血很多。不对啊，我都没有听过你开麦，你怎么突然开麦了？哦，对啊，有啊，三不五时开一下。加两波一起来，我们用群草 T T 战你第一个，情敌你第二个，我第三个，情敌55秒啊，我第二个，情敌第三个，补好那个群草的人来上，补好群草的目标，先不要打、啊，先不要打，尤其近战不要再打同一只了，这里很容易复活，来可以 A 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Tab 键切 ，Tab 键切来先去打，不要一直打同一只。来，还有寻草吗？那个谁，三小三寻草一下，帮他套盾。三小三寻草，帮他套盾。来，有一只死哦，15秒，好惨。没有你，你寻草的时候不能站在怪群中间，你要往外走。好惨哦！你有喝药水吗？没有闪。三小啊！你干嘛、啊？
来上啊！牧师，不死族牧师，麻烦你开亡灵意志，来可以开了，开那个反恐，再次开反恐，牧师开亡灵意志解我魔法，所以很好，很好。我靠！还是这是萨满解的。凝神不用打，凝神不用打，不要再打凝神了。没有元素诅咒啊，哦，没有暗影诅咒啊，哎呦，看错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刚没看到。开始愿打了五，还有25%，好。辛迪，你看我血量不够的时候，你帮我逃凤走。就是他们没补到的时候，反掉。灭火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样的装备比较安心，什么意思？可以一直猜就对了。对，你问一下凌晨有没有人要。没有人要凌晨，因为每次出宿舍后面又没东西了。冰甲啊，冰甲，你不惧怪，怪就会追你。现在这样打就是没有惧怪的，下没有惧怪的。怎么讲？比较难 A 吗？没有巨怪的结果，就是开始到处跑，然后一堆人都被打惨。所以冰角其实很好用的东西。啊，愤怒要到了，愤怒要到了。哼，它可以见证初恋的时机。好好吃啊！午餐啊，先不要吃啊，好饿哦。我不吃怎么带你们？比较有力气是不是？等一下还可以凶人啊？看起来是不用凶啦、啊。看起来是要啊？真假？啊！怎么残忍的愤怒死掉啦？好，刚刚在看煤啊，掉下去了。岩浆里面有煤啊、哦！好煤！他跟他一起游泳。来，往左边清，往左边清过去。那只狗拉过来，不要往后哦，会联动哦，联动会四肢哦。真想杀奥迪，死去！总不让他死掉，我直接顺补啦。他上次在这里死掉，他后面又不敢打了。所以上次还没记到教训就对了。对啊，让他死一只。啊，真的，他先去啊。他开，给他弹。直接给他弹。
正真祥煞就几个嘛，青木胜有一只，索尔有一只还两只，然后龙王丸好像会换来换去，就这几个人嘛。每次到这里我都会忘记上标啊，被晕了，我被晕喽。姐姐不可以，姐姐不可以，死了，死去，自己的，死这个我都不会心疼的。这个没摸，回摸，回摸。这里没有啊。对你们谁死的我都没抄，我死了也没抄啊。你看我应该是死了，我有抄吗？他只要不是带靶死的，他有抄吧？风胆小，在交配，交战，哭啊！术士有空拉一下吧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说哪一个 ？H 什么 ？H 术啊？不是啊。他说有女，他说有女生在这里。我问他哪一个？哇，又在交战。好，快啦快啦快啦，不给拉呢阿公。好，快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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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开网了，先不要。我坦哭哦，另外两个坦叉叉方块。有在拉人吗？我怎么没看到门？然后记得躲火雨，所有人记得躲火雨。然后左边有怪，右边也有怪，不要跑。然后我们先打骷髅，然后记得补第一先解坦克的诅咒就好了。解完坦克诅咒继续补，然后看到血少的人，血少的有扣到一半以下的解掉诅咒，你才能把他的血刷起来。诅咒是降治疗效果75%，你一定要解掉，不然补不起来。小怪坦原地，我都还没接到，你们就上去打。来，火雨躲掉。看着仇恨打好吗？拉位置是没有仇恨的，你们要打那就 OD。后面有怪，那个谁，隔壁要烦。快躲开！快躲开！解诅咒！啊，我也就下这种地方，漏兽了。不要吵，让我往后拉。来灭火，灭火的找我拿时机，不是找那个大二星什么也拿时机。好啊，找我拿，我只是不想按而已。算了，找大二星什么？我给他钱，点一次就好，太麻烦。
灭火的去找大二精神妹啊，给你60，是因为我可以灭一次。拿奥巴马那个没有人会去灭啊，因为我跟你一样菜，对不对？那个都要喊很久的，不，我自己去灭。抵抗失败。坦克大猪。来拉住，启动丢了，启动有就丢了，来坦克拉住。干，我要死了，补我，补我，有两只哦，我拉骷髅，刚刚那连锁我以为拉到我，好可怕啊，吓死，他在网的旁边，那连锁好像不会，直接拉就会，还有通道口，不要进去，我会拉出来，你不要进去，站这里就好了。先喝水，先喝水，快点！不要进来啦，听不懂是不是？刚刚有灭火的找我交易哈，星星。补我。点魔法，点魔法，我没血了。还要磨是不是？来，先打，先打叉叉，跟两个捕食进来，两个捕食进来，拉分开。干，兄弟，你有没有带石盾？一罐药，又一罐，可以买。多少一个？等下你拉骷髅，他拉方块月亮，我拉三角菱形，圈圈星星。记得群嘲洗手，群嘲洗手。T 站你拉网，先打网。穿硬一点。不用放组了，你先寻草，不是你啊，请底先寻草，来 go， 不要拉我怪哦，
啊，我在巡查哦，你再嘲讽一次，赶快拉猪怪。哎、欸，放逐一下，放逐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拉住了，拉住了。你的叉叉没拉住，你的方块也没拉住。随便拉四只就好，拉四只就好。我这边三只了，我帮你拉一只走。圈圈，我拉走。说字跑要记得吼、哦。你慢慢退，慢慢退，他会。他打你的频率会比较低啊，不要定点，定点他就一直敲你。等下网打掉的时候开狂暴回复，不然他们五十没蓝会补不起来。先打那个骷髅沙那边的，现在骷髅沙那边的，没血的退开哦，没血的退开。五十贴上来补我，我们去找奔腾者，然后上 buff， 灭火找星星。我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，怎样？你们都没打过那个沙马斯吗？有啊。你们不知道会冲锋的怪要往前贴吗？其他人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一堆人站在后面。是啊，不止 MC 啊，其他副本也都有啊。对啊，前面这三个小本就是为了那个沙马斯做的啊。那你知道他的机制啊？爪子是德鲁斯，有听到吗？一二三，默默无奈五六七，哎四五六，默默无奈四五六，牛牛妈妈七八加三体，没有啊，四这个数字不好啊，不想讲。就不信你这么迷信。还好啊，我还好。没有啊，你后面七十几也差不多啊。新增一些比较有趣的。那个谁 ，H 树，你帮我放月亮，直接放。你放主洗手，直接上去放。打样骷髅，方块拉住。
架叉叉。我没标，你们要知道要先打哪一只。火焰行者要先打。最笼统的就是砍好、补好、伤害好、打好 OT， 不要 OT， 这是最笼统的讲法。嗯哼，差点打翻，打翻洗裤子啊！还有更笼统的，不要灭团就好。妈，我就知道你要说拉一拉 AA。不用放主，左边先打，等一下。等好，小心王。所有补子都出来，所有远程都出来打。把怪拉在我旁边啊，不要拉一起好不好，拉分开。三小三死了三次的记录。就跟他的 ID 一样啊，三啊。三九三，姐姐两次了，姐姐。放主啊！放来了，后退啊！放主还有七秒。是啊，刚喷完没关系。所有小怪，所有的网都有一些小细节，讲不讲得出来才是关键啊。面团一百大小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他说一人一百啊，OK， 一人一百，我可以，一人一百啊。
这样下不要 OT 哦。看掉下去。解魔法，解魔法。等下地狱火全部往大团走，左边我们给点名的。H 四五出去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H 四五出去，帮他套盾，往后走，上个恢复。准备 AOE。直接死了，直接死了，他直接蒸发了。解魔法，来梦梦奈出去，梦梦奈，梦梦奈出去，补我补我，快死了。啊！准备 AOE。来地狱火，好哦好哦，不要拼斩杀 ，OI OI 出去。出了，治疗能量出了。不是有人要这一张吗？有啊，哥，说要一人一百呢。哇，姐姐追到三小三呢，三次了。真巧，我也要。顶架，顶起来。两点站位，两点站位，站好，骷髅前面，超杀后面。哦，还没打是不是？边右边的还没。啊，等下引过来，就真的要一人一百啦。会啦，这种怪，带一个战士要精神干嘛？打起精神是不是？又死了两个是吧？三小三次次了，无言，已经补你啦，还是补不起来啊？套盾呐，套盾，套盾，牧师，牧师加油！三四三，我想说你只死三次而已，结果不是。这只会顺劈哦，不要在这边。某某法道不是解散了吗？我听说被小猫喵喵拉走了，解散了、啊。你们不是分会吗？对啊，被拉走啊！两点站位啊，两点站位。请底去后面，请底去后面。等下两点站位，我跟你们讲怎么打，怎么打。传送停手，王会自己跑回坦克那边去。双子附魔术师，我们就是大团不动拉网就好，大团不动拉网就好，懂吗？坦克帮忙朝凤回去，尤其是熊坦可以更快。萨满的话。你帮我驱散吧，那个大二。好、
然后所有法师跟小弟截止之后，哎，截止之后两个人，截止之后解禁战优先，解禁战优先，增强赛也是禁战。看有没有第一次传送打进50他，来解他魔法，法术反制，解组之后，解组之后，传送了，已经传送了，原地传送，解诅咒，解血少的诅咒，血量少的先解掉，来直接 rush 斩杀开技，把血量拉起来，把血量拉起来，血少的先补，来斩杀，罗伯特要死了。哎，再死了！三小三逃过一劫啊！刚刚血量剩8，姐姐也死了，雷，姐姐一样4次了，罗伯特几次了？罗伯特好像1次啊，还是2次？没血到后面去，我们直接拉，就不等了。还有团要开啊，不等了。上完帮忙活人哦，牧师要放耐力。有活，活。真想杀也是。所有人后退，所有人后退。后退哦，后退哦，那个开 NA 叉叉，还没拉到啊，拉分开，KEF 一次，两次，一次还两次，两次，东放组啊，两次哦。开卡，有啊，罚款300金。现在你跟姐姐并列第一哦。好。来跟上哦，跟上哦，有两只。来补我、哦，补我、哦，我拉狗了。解魔法，解我的魔法，快点，解魔法。KF 不要上来哦，你会死。没事，这里几补4、5、6。7、8、9，9补啊，10补也是会死人啊，没事啊，可能要12补吧。这一条路一定都会死人。最近我很少开啊，我很少开啊。有啦，昨天连开2团不是吗？对啊，都出垃圾，还有分400多、500多，很好啊。这是都出垃圾那种，有啦，有一把就是
出狗弩，第二把出狗弩，把钱拉回来，卖九千。第一把出奈夫也是卖九千的样子，一万多，一万多的奈夫破万，那一场奈夫破万，对，奈夫一万多，第一场比较多啊，垃圾啊，是垃圾，说好的恢复宝石，出光弩，出光弩的时候我就不会太烈了，你猎人要攻。对啊，等很久了。我今天连续，我昨天跟前天连续两天都看到图，一个一千，一个九千。我发现出狗弩的条件就是要有五个猎人，然后我不能开猎人。那是你啊，每次都这样。前天那场三个，两个猎人而已啊，只有一个药、啊。谁下去了？把他拉起来，灭一下火。灭火找我拿钱啊。来放逐，放逐，术士上去。你们是术士是不是啊？叫术士上去，你们一直上去。射爱剑很久啊。啊。射爱跑去打 BWL 啦。啊，好废哦。他已经累积了一个礼拜的量，哪里有开？哦，那个三趴两趴不是一样的吗？狗弩大伤啊，大伤啊！有测试过了，狗弩比十字弓还要好、啊。有测试过啊。这位置回，日耳曼补起来，阵法补起来，索尔补起来，不要站在火上面。启动丢一丢，来登上。我操！怎么一直冲过来？拉一下！不要放逐了，不要放逐了。啊！看他。倒数，所有人贴上来杀杀猎人出去，赶快！还在看啊，该跑位就跑位了，冲猎人哦！你一直往后拉猎人打不到啊，不要再往后拉了，他们已经牺牲被撞了，你还一直往后拉，来所有人往前。我骷髅莎莎T站，你拉方块月亮情敌拉网，打断的话，日耳曼跟 GLY 骷髅，三小三跟王者莎莎 ，KEF 跟奔跑方块，罗伯特跟青木圣月亮。
给你们喝十秒钟，打掉就喝水，十秒钟。月亮，不，你是骷髅。骨头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打血量最少的，先打血量最少的。全部人 rush 骷髅就好了，不用怎么找了。一秒不见。一秒不见，来不及顺。打叉叉，来打叉叉。打叉叉，都打叉叉。打方块。打王。破甲，鲁莽。破甲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OK， 很好。嗯，开始月，开技能，秒他，下一支术士手套有没有要的？那个夺天地要不要？叫错了嘛，糖果制造机。哦，糖果制造机啊，他说有术士装叫他、啊。哦，叫他对不对？对，有100哦。一刀五十，糖果制造机也要，一刀五十。夺天机是假的要吧？你刚才讲要不要加价？不然我要倒数了。OK。谁啊？在那么外面？昨天地皮了。法师鞋子暴击。150，怎么这么多人要？是怎样？法爷都有钱，关系啊？不是啊，是都新手是不是？刚上来是不是？刚吸奶上来了。哦、我没带，没带机械，拍到就找我交易哦。我是月亮。叉叉坦拉住。下一件装备，阵地者，不要啊！阵地者，你没有跑本吗？阵地者没人要，稳固之力勋章。来，我拉两只，你们全部都打完。然后牛牛妈妈跟独坐亡灵来补我，其他都补主坦。喝满，现在交易就可以了。下一件预言短裤，牧师腿，牧师腿，牧师腿。这届喷完要拍父母，他说他最后一只玩要换那个上马，
力量马靴，不要啊！不要、啊，力量马靴，先不要这样啦。哎、欸，一百，一刀五十，一刀五十，一刀五十，来倒数上。五、四，好啦，等一下就拍没。二，在本内怕什么啦？他在紧张啦。往往上拉，往往上拉。跟上我，五好。帮我上一下精灵火，破甲，鲁莽。元素，不要 OT， 四人慢注意仇恨，五十八。来，萨满手套，萨满手套，拍装优先，萨满手套。萨满手套有没有要的？猎人头，猎人头，猎人第一头，暴击有没有要的？来灭火，一个来灭火，一百倒数。哦，对，要拍那个啊。还有两百，两百继续，两百五，三百，三百 P 倒数，来附魔图纸，夺天地附哦。治疗五五附魔图纸，武器的一千，一千五，风雷要输了吗？风雷跟上啊，猎人头是不是？两千五 P 倒数。找我交易，血腥撕裂者在哪？有人灭火吗？没有人灭火，一个去灭火。钱给我，东西在那个。东西在我这。嗯。东西找星星拿。附魔图纸有这。这个图纸我出过三张。来一百五找我交易，迅疾戒指，迅疾戒指，暴击一的戒指，滴应该说滴滴战的戒指，这还蛮好用的，三千块的戒指，这里小号蛮多的，看他们敢不敢喊吧，没有人灭火啦。快点！谁会灭火？猎人不用拿这个，猎人不拿这个，没用，加一爆没用。你们去灭火了吗？哦，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越脏了。四千一，四千五，四千六，五千。等下拉那个。五千倒数。这才一趴而已，烈焰护，猜错了，法师肩膀，法师肩膀，拉一下那两个人啊，死亡乐章，赌啊！你自己讲赌多少？
眼睛多少，叶子多少，自己赌。来，要赌的密我，要赌的密我，叶子还是眼睛，然后多少这样子。叶子200，叶子五，眼睛500。有人赌叶子才200啊？眼下眼睛5000啊，靠腰哦，没钱啊，还知道？你没有说上线啊？那我不做庄，你做庄。我这次只有200啊，太贵了，没得做啊。捏守卫护手。好啊，5000就5000啊，没人怕的啦，反正一定出叶子，出叶子我只要赔200。哎呦，出眼睛我要赔5500。那我 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记录一下，压个叶子500。他妈的，你们一堆人呢、欸。手在抖，左右，你这样可以打平，帮你把5000拉回来。手在抖，干这样有意义是不是？你这样你 OK 啊？其他人有意义啊？那这1000是什么？面包超人是吗？记好，不要被别人逃走。这样在外围，面包超人是吗？哦。你先给是不是？这让你要赌自己开麦啊、哦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干！我先帮你，先帮你那个了，不要过来。好，随便不要你。受不了、欸，这群人！OK，涉案眼睛500，记录一下。来，我分一下过来哦。阵法那个叉叉，好，冰冰月亮 ，Lois 灵醒，残忍星星。然后我拉网，琴底你拉左边四只 ，T 站你拉右边四只，过叉方块月亮跟三角灵醒圈圈星星。先拉大不拉小，起手不要多重，等大只的拉出来一起打，大只出来一起 A 就好了。只要是魔法护盾法系都用 A O E， 只要是物理护盾都停手，物理都停手。来倒数开，法师往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妞妞妈妈来补我就好了，奇岸走开。来变羊，全部往外拉，全部拉到楼梯，大只的都拉到楼梯，拉一起用 A 的，其他弟弟站可以帮忙拉一下，换个盾。停手 ，LE 改 LE。不用上诅咒，直接打就好了。上个鲁莽吧就好了，不需要上太多。可以了，不用 A 了，可以单体了，护盾都没了。来破羊拉起来 A， 破羊拉起来 A， 我过去来寻草。
我不握，不握，我巡场。来，等下秦底巡场，三、二、一，巡场。秦底巡场。来 T 站巡场 ，T 站巡场。他不过来。等下自己去开箱子啊！自己生死自己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生死大权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啊！死人呐、啊，帮忙潮一泄啊！干不了啊，开啊！好紧张哦！哎、欸，有人偷开啊！谁偷开啊？有人偷开啊！好废哦！干，有人开了啊！他做庄啊！叶子啊，嫩。出五百，哎，碎哦，叶子，五千，谢谢。干，真爽到你哦！五千，谢谢。那个五千 ，OK 啦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开了是不是。哦，丢给你啊，东西在我捡的。不是啊，可是出的很烂啊，五千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赚五百啊，我的两百，我的五百啊。好好，等一下一个一个给啊。十二五百啊。千当本。涉爱五百，谢谢。涉爱也输你哦，对吧？他差五百。跟你讲啦，他这个人就是衰，他差什么就要跟着他反差。不打了。在想是你自己赌的，干我屁事。愿赌服输啊，敢做敢当啊。太惨了吧。来到谁鞋子？你知道还是他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赌？然后他就赌，然后赌了一个眼睛。他是赌五千那个，对吧、啊、？OK 啦。到底鞋子一百，你拿得到吗？法师手套，法师手套。一百五 ，Louis 一百五。哎呦，是他回来了。赌输了。我不是输五千那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是赌五百，好吧？让你输五百啊！我赚你五百啊！我到底要寄给谁啊？寄给我啊！寄给阿公啊！哦，好，我再寄给你。靠右哦，靠右哦。哎、欸，没打本也输钱。啊，我妈没打没打本也可以外赌哦。那、啊、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就进 DC 专门赌博就好了。这招记下来，记下来。毕哥迪克也会跟我外赌啊。他输我好几千了。然后他赖。我比较想知道。比较谁？比较想知道谁跟你赌五千的那一个？他有在打本吗？他在打本吗？有、哦。所以等一下伪王赌不赌？你又要赌什么？你又要赌什么？okay. 我怎么知道？他的公牛赌啊。来那个谁死了？战士肩膀，活他一下，活他一下，活他一下。我再活了，再活了。面包找我交易，两千嘛。来点我。大二交易啊，五百吗？对，死亡还能赌？你要赌什么啦？干，追不到。我不赌啦，快点，在等你开啊。赌啊赌啊，你要怎么赌？就跟我在开团的赌法一样就好了。法系还是物理？不是啦，什么叫法系还是物理？出法系还是出物理？
没有啊，就有出毁灭，或矮骨。不行啊，我这么红。不是，今天这个本不是从头黑到尾吗？公分小。公分。啊，色爱，你就随便说两件装备就好，给他赌。两千装备啊，就埃古跟那个啊，他们挑啊，埃古跟冲击啊，有出算你赢嘛，没出算我赢嘛，还是有出算你们两个互赌就好了啦，出了算我赢，哦、好惨哦，出了算你对啊，然后输的他再寄一千给你，对啊，一样五百啊，怎么听起来有点奇怪，我跟你讲，他上次还是猜，有人说猜 T 二，猜到一件。猜到一件多少的样子？他T2装哦，好像也不错，因为一定会出其中一件啊。啊，两件出的话多少的样子？出一件就赢、啊，就挨骨挨骨跟那个腰带啦，两件出一件就算你赢啦、啊，两件没有都没出算我赢、啊。没事啊，你就出这样，你就出这样，你这样要赌多少？啊、你赌挨骨跟冲击是？哎、欸，那有没有人要跟上的？出了我赢是不是？出了就你收钱。欸、你赌多少？五百啊。好啊，给你返回一成的机会。五千出其中一件，你老实哎、欸，不要再五千了，没钱。有出你赢，没出我赢。好，这个可以，五百这个可以。有出是快啊，没出是他赢。对啊，没出他赢啊，没出他赢，有出我赢啊。反正那两件其中一件，只要有出的话，给他稳出啦，稳出挨股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两件，然后抛一下了。啊 ，KF 要赌什么？这两件出一件的话，就是你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要赌的吗？都出双倍，都出还是你？都出双倍啊！干，五千太扯了啦！这两件出其中一件就是阿公赢，配合你们，全知识配合。一万，我干，干你让我撞到伤口了，靠杯，哦，吓到了、啊，这个金。你要干嘛？面包你要干嘛？哦，都不出，什么都不出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两件都不出，是不是？KF 赌出是不是？欸，KF 赌什么的？赌 T 二还是赌那个？快点啊！快点讲清楚！你要赌贼法 T 二，没出你赢，出了我赢。干，涉案有赌哎、欸，我不敢赌。没有，跟你讲，你就统一赌什么就好，你不要赌别样，就挨。不用啊，不要，有人不想赌那个啊，有人不想，我有记，我有笔记，来开网吧，开网吧。那 KF 有什么？出了出 KF 出了是你拿还是我拿？出了你拿还是我拿？你赌会输？好，你哎、欸，那不出比较好哎、欸，那不出会比较好嘞，你这样还是有赚啦、啊。对，那不出比较好。不出啦，不出。好。好痛哦、他硬要跟真爱唱反调、啊，他出什么跟他赌什么反的就好了。谁跟我？没有啊，谁跟我反？刚刚那个他跟他赌一样的，他就输了。对哦，看好痛、哦，我的脚。KF， 等下王自己摸啊，王自己摸、啊，自己摸长一点。没有我摸啊，一定是我摸的。赌金那么大，真的是法师牧师很难抢啊！
KF KF 他打粉压力很大哦。那个谁，偶像跟独坐来坦后面，现在走，现在走，现在走就好了。偶像或独坐啊，其中一个来坦后面，来开打。不好 T 站，四三来进站退，进站退，来往前，来，现在退，现在退。现在往前。扶我，扶我，秒杀。心底被秒了，我把他活起来，拉一下。仇恨注意哦，嘲讽来，嘲讽，嘲讽，嘲讽，不好踢战，不好踢战，记得开技能。说了自己站起来，说了自己站起来，才刚炸而已，自己站起来。准备进斩杀，开始院。四、三、一个牧师在坦克组后面啊，没有牧师吗？没有牧师吗？来，无用那个 T 战好不好？法师去旁边啊，面包超冷。不慌不忙，不慌不忙。哇，没出，好爽！哇，火圈！不是他其他不管了、啊，他是管那个大的啦。我跟 M 星赚一万哦。干笑得很爽，这样子，